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，有声书《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，作者王小磊，演播骆驼，由独克熊猫君官方出品。第340集。李昭德也并非是一味的斗狠，也不乏智略，他见女皇苦恼不已，非常适时地向前凑了两步，语气和缓了下来。陛下，其实臣防备魏王也是为您着想，您不觉得魏王权柄过重吗？武曌摆了摆手，朕知你心属皇嗣，念你一片坦诚，朕也不怪罪你。至于程嗣，他毕竟是朕的侄儿，委以重任，理所应当。哼，侄儿，侄之于孤，其亲何如子之于父？子犹有篡弑其父者，况侄乎？你说这话是何居心？武曌疑他有挑拨之意，顿时柳眉倒竖。李昭德拱手说道，臣不敢离间皇家，也不敢制止魏王图谋不轨，只是就事论事。陛下建作以来，魏王屡兴大案，他宣扬待武者刘悟、刘行时、史物资等人就掉脑袋，他叫宰相联名推举，岑常见阁府员稍有不从就祸灭满门。他苦动苦力诬告重臣，狄仁杰、李嗣珍等人便获罪遭贬，陛下每每顺从他意，叫天下人怎么想？如今他贵为亲王，身兼宰相，一手把控凤阁鸾台之权，又有建昌王、河内王等为羽翼，张家福、王隐客等为宾友，来俊臣王弘毅之辈一干俯首，威临百僚，声震朝野，何以忍主？古人云，臣有泰山之安，则主有雷卵之威。陛下若再优容魏王，满朝文武岂不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？后进之事岂不都要投靠他门下？恐非社稷之福啊！武曌听闻此言，脊背发凉。是啊，他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这一点呢？从史物资之案，再到岑长倩之案，再到李嗣珍之案，固然主掌判决的是他，但是这些事情不都是武承嗣挑起来的吗？这些人不也都是武承嗣想除掉的吗？虽然承嗣在他面前老实的像只小鸟，但这并不等于背后没有野心，没有阴谋啊。其实他跟这帮侄子有何亲情啊？不过是阴历相合。当初武元爽还是他流放致死的呢，难道武承嗣一点就都不恨他吗？细想起来，他这个姑母其实是个外人呢。武承嗣、武幽宁、武三思他们多年同甘共苦，人家才是真情感。诚如李昭德所言，子犹有篡弑其父者，玄武门之事深为可见，更何况侄子。不服老归不服老，毕竟他已经是年逾七旬，有朝一日他若是老病不起，掌握不住权柄，不怕这帮侄子效仿隋炀帝来个踏前逼宫吗？那时莫说理智不血食，五伦性命不保，他自己能否善终都难说呀。其实何待来日啊，现在武承嗣不已经等不及了吗？现在不就让王庆之一再滋扰吗？武曌越想越觉得李昭德的话有道理，不禁
攥紧了拳头。如意元年八月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之下，女皇突然下诏，宣布文昌左相武承嗣改任特进，纳言武幽宁改任东关尚书，下关尚书同平章事杨直柔改任地关尚书，并罢政事，武承嗣失势了。特进是正二品文散官，仅次于开府仪同三司，地位甚是崇高，但是没有任何实权，实际上就是个闲人，连朝会都没必要参加。如果仅是武承嗣丢了实权也就罢了，武幽宁也丢了将位，连带着有亲戚关系的杨直柔也跟着罢相了。很明显，女皇对武承嗣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。除了李昭德，百官都莫名其妙，虽然许多人乐于看到这个结果，但是这转变的也太快了吧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裸露了女皇的心思。九月初一，女皇在大朝时对百官宣称，她两年前脱落的一颗后槽牙又长了出来。七旬老妪长出新牙，世上有这等奇事吗？群臣当然不会扫兴，都夸赞女皇身体强壮，说这是一大祥瑞。于是女皇下令在洛阳嘉善坊建一座长寿寺，专门纪念此事，并改元长寿，大赦天下。这回大伙都明白了，女皇啊是要向天下人宣誓，朕很长寿，谁也别算计朕的身后事。改元之后，女皇又增补李昭德为凤阁侍郎，崔元宗为鸾台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武承嗣触了姑母的眉头，懊悔不已，更记恨那些心向皇嗣的大臣。但是这个时候他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西域之战已经拉开了序幕。武曌采纳唐修景的建议，发20万大军西征，不过主帅的人选倒是一个难题。朝廷自天皇晚年就出现了缺乏大将的问题，李治死后原本还有程务挺、王方毅、黑尺长之三位名将，但是武曌为了夺权、消弭军中隐患，把这三个人都除掉了。现在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，该以何人为帅呢？关键时刻李昭德推荐一人，右阴阳将军王孝杰。王孝杰雍州新丰人，出身寒门，自幼从戎，早年曾跟随刘仁轨、裴行俭出兵放马，以勇武著称，立过不少战功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曾在吐蕃有过一段传奇的经历。凤仪三年，唐朝西征受挫，时任副总管的王孝杰、刘审礼在大飞川遭论亲陵大军围困，由于主帅李敬玄临阵怯懦不敢营救，先锋军孤立无援，全军覆没，刘审礼重伤身亡，王孝杰被敌军生擒押往罗歇。当时吐蕃前任赞普芒松芒赞过世，气怒息怒刚刚即位，年仅5岁。小赞普见到王孝杰，惊奇地发现他相貌酷似死去的父亲，抱着他一通痛哭。结果吐蕃人非但没加害他，反而是礼敬有加，代为座上宾。两年后两国暂时息兵，适逢文成公主去世，朝廷遣使祭吊，他又跟随使节返回大唐。王孝杰虽然从来没有担任过主帅，但是由于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，对吐蕃内情了解极深，对他的将领以及战法更是了若指掌，故而李昭德此番力荐其出任主帅。女皇从善如流，当即任命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，并给他配备了2名得力的助手，西州都督唐修景、左卫将军阿史那忠杰。唐修景久在边庭，曾任西域副都护，文武双全，颇有智略，此番出兵的意见就是他提出的，当然是义无反顾。
阿史那忠杰乃西突厥胡禄乌部首领，跟随阿史那胡色罗内附，派他去自然是为了招抚旧部，防备东突厥。这是大周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出征，朝野莫不瞩目，三军士气高昂，一则选将得当，二则将士尽命，再加之吐蕃内乱，军心不稳，论亲临根本未及救援，王孝杰指挥得当，连战连捷，一路凯歌势如破竹，结果仅用了一个多月便将秋瓷、于田、疏勒、碎叶四镇全部领地尽数收复。陆部传至洛阳，女皇惊喜非常，在朝会上盛赞王孝杰之功。昔贞观中得藩城，其后西垂不守，并陷于吐蕃，今既尽复于旧，边庭自然无事，孝杰见思功效，结此款诚，遂能裹足徒刑，身与士卒其力，如此忠恳，甚是可嘉。于是晋封王孝杰为左卫大将军，又在秋瓷重建安西大都护府，任命左御前将军许钦明担任都护，留3万兵马驻守。自此西域重归中原王朝统治。然而胜利的欢呼还没结束，新的一轮冤狱又开始了。始作俑者依旧是武承嗣，他固然是失权失宠，却不死心，争夺储位已经是骑虎难下，只能是一条道跑到黑。但是这次罢相，武承嗣并不了解内情，以为仍然是崔神机等人搞的鬼，于是把他们当成了报复对象。西征一结束，他就马上开始行动。这次的案子与上次狄仁杰、魏元忠等人之事如出一辙，他唆使酷吏王弘毅掀起诬告，将崔神机、王玄、李由道、袁志宏4名宰相打入诏狱，并攀引文昌右相李元素、春官侍郎孔思源、益州长史任令辉等重臣皆判为死罪。又是在生死一线的时刻，又冒出了救星，崔神机之弟崔神庆正担任滨州长史，闻听兄长下狱判死，昼夜驰骋赶到洛阳求女皇宽赦。滨州既是李唐龙兴之地，也是女皇的故乡，天授革命之后号称北都。崔神庆在此2年颇有政绩，镇压土豪，平准粮价，尤其滨州过去因汾水相隔分成东西二城，他到任之后重新规划，改城方，增筑桥梁，使之连为一体，不仅交通更为便利，还节省了驻防兵力，深得滨州百姓爱戴。女皇本就器重崔神庆，又见他心念兄长甚是可怜，竟卖了一个天大的面子，把所有涉案官员一律改判为流放。这倒也罢了，诸臣踏上流途没几日，又连追赵赤，把流放也给免了，纷纷改任为司马、长史。其中啊，李元素干脆是官复原职，回洛阳继续当他的文昌右相。转眼间北风凛凛，已经是将近年末，武三思散朝而归，坐在马车上喟然苦笑，武承嗣啊，没戏了。武三思从头到尾都看得很清楚，易经有云，一为过，再为赦，三而弗改，灭其顶。武承嗣连行大案，从岑长倩到李嗣珍再到崔神机，威力一次比一次弱，刚开始还能置人于死地，后来成了贬官流放，现在呢，想流放人家都办不到了，宰相之权已经丢了，仍然不知悔改。这次冤案能做成完全是侥幸，其实呢是被女皇给利用了。武承嗣与崔神机等人有怨，举朝皆知，女皇既罢武承嗣，就不会让崔神机等人独大，再说了还得维护武家的面子，所以罢免这些人是早晚的事儿。
回溯两年来武承嗣掀起的所有大案，都是女皇授意借势压制了李唐旧势力，而他自己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，还结了一大帮的仇家。东宫里边的五伦更是连半根汗毛都没伤到，归根结底五伦的费力全在女皇本人的态度，跟外间有多少大臣的支持没有关系。武承嗣争取储位的手段就四招，一呢是宣扬代武者流的威胁，二是制造冤案铲除政敌，这两招是意在打击五伦，三是假造民意请封太子，四是向女皇献媚取宠，这两招呢是抬高自己。现在让代武者流已经没人理了，冤案也造不出来了，王庆之更是惹恼了女皇被活活打死，除了拍女皇的马屁，他武承嗣还能干什么呀？还会干什么呀？更重要的是，随着这次冤案的落幕，凤阁鸾台的权力格局有重大转变，一位铁腕宰相已经脱颖而出，这便是李昭德。天寿以来，宰相已经换了18个了，或贬或杀，快得跟走马灯一样。可是这次崔神机等四人被免，女皇竟不再增补，凤阁鸾台实际已经落入李昭德的掌控，虽然他的名义上还只是同平章事，实际权力却不亚于内史纳言。现在谁都看得出来，女皇对此人是格外的器重，况且他又在收复西域的事情上立有大功，地位稳固不摇，八成是不会再换了。而李昭德对于立嗣问题的态度，仅是从打死王庆之一事就可见一斑。这么一个立场鲜明、手段强硬的人掌控朝政大权，他武承嗣还有什么咒念呢？算了，这些年结的仇够多了，再折腾下去谁也甭想活。如今大祸已露端倪，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，武三思啊决定自谋出路。他冒着寒风回到自己的王府，无暇歇息片刻，匆忙翻箱倒柜找出两件名贵的礼物，一盆三尺高的珊瑚树，一柄檀木镶美玉的如意，叫仆人用彩缎装饰放进提盒送往定王府。去年这会儿啊，武攸暨与太平公主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武崇敏，现在时值周岁，这两件东西呢算是生日礼物。当然给小孩送礼全冲着大人的面子，武攸暨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太平公主却是女皇唯一的女儿，这万万怠慢不得。张罗完这件事儿，武三思又坐回到书案之前，提笔写了两封信，吹干之后又反复读了两遍，确定无误装入信封，命仆童叫执掌亲事裴旭前来。亲王府虽然比不上东宫，也有宿卫护从，有品阶稍低的官员子弟充任，分为亲事、帐内两府。执掌亲事是亲事府属员，从八品下的小官，裴旭字令直，年方21岁，乃是隋末司农少卿裴之隐的后人，惜乎其家已经没落，其父仕宦不过六品，裴旭虽凭恩印入仕，却无缘侍卫女皇，仅在王府任职。不过这个年轻人相貌英俊，聪明伶俐，很讨人喜欢，故而武三思视之为心腹，常派他办事儿。过一会儿的功夫，裴旭欢欢喜喜地来了，王驾有何差遣？有两封信劳你传送。武三思虽是这样说，却只递给他一封信，给羽林将军苏鸿辉的。裴旭听到这个名字，白皙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，这苏鸿辉负责看守东宫，监管皇嗣五伦，梁王给他写信，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送这封信会不会卷入麻烦呢？
有声小说武则天从3岁到82岁，作者王小磊，演播骆驼。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